聪明，来，我想要来找一位同学下来回答老师我的问题，这样好了哈。哎，刚刚啊都找女生对不对？不然来找个男同学好了，这个人要很聪明哦。有没有人认识短头发的男同学？有没有啊？啊，有没有人还穿着黑色的长袖啊？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围着一个蓝色的围巾，上面还有一个点点，有没有？牛仔裤啊，还有，哎呦，我好像看到了，啊，同学，你该不会还穿着一条红色的内裤吧？呀哈，哎，我不要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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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同学，来，我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交给你哦，哈，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哈，哎，我想要问你哦，你的